练你比我还膨胀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一样的道理，打比方，刚才这个地方有个人，现在这个小朋友在等着我，我在那里错过你，跟他是不是一样的？一瞬间有100万种可能啊！还有破玻璃的声音，我不知道是轰炸区炸的还是怎么的。安静的有点恐怖哟。这些血血有可能已经走了，所以说呢，从他按喇叭的心理学角度来讲的话，是已经走了。这是什么枪啊？就是他本想着替队友报仇，然后又报不了仇，就只能说一句老硬逼，然后开着车走，说打我呀打我呀，气不气气不气，老硬逼不敢打，来安抚自己没有替队友报仇的遗憾。所以说我觉得城里没人了，我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安抚自己觉得城里没有人这个事实，不然如果说一直觉得城里有人会很难受的。会打得很小心，真的打累了，打一上午，现在耗体力不行了，打着打着就累了。但是我们最后一把必须得坚持住，认真搞。烟雾弹，肌肉包。